国立中山大学九十三年度图书馆学分班图书资讯学概论期末报告，班级专业人员在职进修学分班，学生赵朝明，学号92117050040，指导老师谢雪英老师。一前言，图书馆依其功能可分为公共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也可分为典藏型、学术研究型、服务社会大众型、帮助学生课业型等，而一贯到神原山庄义和圣堂图书馆筹备中，也是为服务到亲信众及社会大众而设立的，以儒、释、道、耶、回教这五大宗教的经典及相关论著劝善书籍电子多媒体出版品，或是到场举办活动所拍摄录制的 VCD 等为主，但愿透过网际网路帮助天道四海洋会命永流传。在网站内容方面，要探讨世界五大宗教经典教理，在到场各种法会班别活动中摄影录制，然后将影片、声音、图片加以数位化，然后上传网站，建立全球资讯网，服务到亲及有缘人。祈愿及时接引更多善男信女童沾天恩师德，也进一步为传承传播中华文化而奉献一份心力，永远怀抱希望，为早日实现大同世界而精进自强不息。当今电脑网际网络科技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时代，各行各业必须配合环境求新求变，以前说的保持现状就是落伍。到这个一世纪电子化时代，如果保持现状就会被淘汰了。为了图书馆的进化，必须重视电脑资讯科技网际网络的发展。俗话说危机就是转机，以前图书馆的功能较少，但是限制却较多，现今图书馆形象与功能可以更重要、更多元，所以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功能，更要重视图书馆高效能、高科技参考服务，有效满足读者的心灵渴望，学习企业界在竞争中求生存所得到的智慧，进而实现造福人群、净化人类的神圣使命。关于准备这份报告的心路历程并不顺利，书与参考资料有在看，但是选哪一个报告题目却是举棋不定，造成时间急迫，影响报告内容品质。我的构想是参考老师的讲义内容，再加一些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大楼的心得，以及自己的期望，先储备才学，等待时机，及时帮助神原山庄义和圣堂图书馆的成立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也盼望同行贵人相助，为服务人群效力。二内容，这个报告主题真是让我这个门外汉大开眼界，可看出为读者设想的用心。以下先是学习谢老师的专长，再附加自己的想法。一、参考服务的意义和特质。一、
参考服务是以参考馆员作为读者和图书馆资源间的桥梁，回答读者的问题，指导读者搜寻资料，协助读者快速获取所需之资讯，所强调的是服务精神之发挥和落实。二、其他相关名词。参考工作、参考资讯服务、网际网路参考服务、数位参考服务、电子参考服务、虚拟参考服务。三、参考服务的特质。在工作上，以协助读者为主。这是人本思想人道主义，以客为尊的读者导向。在目的上，系利用资源协助使用者寻求知识。可透过读者服务技术服务及资讯检索。在观念上，担负有教育与传播知识的责任。要配合时代环境变迁，用高科技求高效率。在技巧上，运用人际沟通技巧以达到服务的效果。可学卡内基沟通训练得到实用技巧。二、参考服务的缘起。1876年格林首先倡导参考服务。1883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首先设有专职之参考馆员。三、参考部门的组织，要有参考馆员坐在参考咨询台，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馆、中山大学图书资讯馆四楼都有。一、组织形态有五大类型：监理型、集中制、综合型、参考式、集中制、分组部型、分散制、分科型、分散制、折中式。二、科组制、分组型和分科型之优缺点。四、参考式的规划设置，可参考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馆参考式的规划设置。五、参考馆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一、服务的热忱和技巧。可参考陈深、殷同坤教授的文章930501陈教授专题演讲题。深图书馆形象力建造馆员新形象。一、亲切服务，宜当读者寻求服务时 A 迎客暂停电话，站起来，身体略向前倾，保持适当距离。 B 询问 May I help you? C 倾听双目注视对方，点头微笑，速记重点。 D 回话，轻声细语，和蔼可亲。一亲自或一教他人服务完毕，别忘询问是否满意。二、随时注意礼貌。一、多用请、谢谢、对、不起、不客气。二、尽可能称呼对方陈小姐、陈老师、李同学、校长。三、善用肢体语言，不可双手插腰或交叉在脑前。四、无法及时服务时，需表示歉意。五、不可说出损人自尊的话。二、经过参考服务专业训练，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6-17章 underscore。三、高等教育和广博的知识。读者多元化，所以馆员专业水准要很高，需有各科系的人才。
四、了解各种资讯资源及其使用法，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五章图书馆的参考资源。五、外语能力，因应外籍新娘与外籍女佣外劳的需求，需要更多外语人才加入服务行列。六、具备电脑及网络基本知识及其操作技能，并熟悉资讯新科技之使用方法，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十五至十七章图书馆。要熟悉网络及电脑应用，善用索引与索引点资讯检索、检索语言与资料库的用法。六、参考服务的层次，王希章。一、有限说，参考馆员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适用于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无限说，参考馆员必须为读者寻找答案，专门图书馆多采此种层次。折中说，参考馆员因应实际状况，采取弹性的方式因应公共图书馆多采此种服务层次。二、保守型 conservative 自由型 liberal 温和型 moderate。 1930年威尔 Wire 针对图书馆参考服务层次所区分之三种类型，相当于上述之有限说、无限说、折中说。三、最小程度 minimum， 最大程度 maximum， 中等程度 median。 1961年罗斯坦 Rothstein 针对图书馆参考服务层次所区分之三种类型，亦相当于上述之有限说、无限说、折中说。七、参考服务的范围。一、以和读者的互动性来说。 A. 直接型参考服务，以参考馆员答复读者的参考咨询，面对面、书面、电话或线上，利用各种快速参考资源帮助读者寻找答案，运用专业知识及资讯检索技巧协助读者搜集所需资料。二、快速参考服务应至少占三分之一的比例。三、利用教育。四、阅读指导。B. 间接型参考服务包括一切在幕后协助读者利用或检索资料的工作。二、以服务的管道来说，面对面、电话、书面、传真、email、线上参考咨询、线上互动式表单、BBS 等。三、以服务的项目来说。A. 参考资源的搜集及汰旧换新。 B. 资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及文献传递 document delivery， 以协助搜集资料。二、专题选萃服务 SDI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可用 PDA 无线上网。三、限期期刊目次服务 CCS Current Contents Service。 四、文献传递服务方式包括以邮寄、传真、 email、 aerial 电子全文传递等方式。 C. 图书馆利用教育、图书馆及资源利用指导，以引导参观图书馆、图书馆之旅斜线 Library Orientation 第一层次。二、办理图书馆各种服务及资源利用指导活动 Library Instruction
第二层次。三书目指导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第三层次。四其他，办理各种推广活动，以宣导利用图书馆，编制图书馆和图书馆各种资源的使用说明或宣传品。请参考以下的网络资源：图书馆利用教育课程大纲。一、认识图书馆的设施和功能。二、学习图书馆的利用规范。三、认识图书的结构和版权。四、认识非书资料的内容和利用。五、认识图书馆的分类和排架。六、认识图书的目录和利用。七、认识参考工具书的内容和利用。八、了解图书馆资讯的流通和利用。九、学习阅读方法，撰写摘要和报告。十、学习资料剪辑和资讯检索。十一、善用社会资源，扩展求知领域。十二、图书馆与多媒体中心自动化的利用。岑雪娥，终身学习与图书馆的推广服务，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训，13:2 P 26年3月4 D 办理馆际合作服务，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3章图书馆的读者服务馆际合作服务。一、参考咨询 Reference Interview 以及咨询记录的汇总和保存。一、参考问题的类型，大致有五 WEH。 一、指引是行。二、变懒，快速参考斜线事实行。三、主题特殊检索型。四、研究型。二、限制答复婉拒回答之问题形态国家图书馆。一、法律与医药问题的诠释。二、古书古董美术品的市场价格查询及真伪鉴定问题。三、书信文件翻译问题。四、数学、统计、技术工程、微积分等之计算或解说问题。五、考试有奖征答、猜谜问题。六、人生及个人问题。三、参考物谈的步骤。四、参考咨询记录的保存。八、参考服务的评鉴。一、评鉴的目的，促进馆员熟悉业务并配合时代环境变迁做适度的调整馆藏引进新设备。二、评鉴的项目，参考资源的值和量。斜线参考馆员，斜线参考问题分析，斜线解答分析，斜线读者分析，斜线幕后工作。三、评鉴的方法。 A1 评鉴者分调查介入法、调查不介入法、读者作为评鉴者问卷调查法。 B1 评鉴工具分问卷调查法、面谈法、参考咨询记录分析、参考服务统计。参结论，这次学习内容很专业，需加上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馆的心得，他日有机会服务再从实作中进一步学习，报告做得很匆促，尚请见谅，智慧虚假以时日增长，感谢师长的教导助我开拓视野，
开展思想领域，也得到专业知识的概念了。报告虽不尽理想，却也花费不少时光了。参考书目 References， 薛文郎1995，参考服务与参考资料300，台北县中和市许深，胡树照、王梅林2003，读者服务，在图书资讯学导论出版，页257，台北市汉美，张纯纯等2003。参考服务概述，在参考资源与服务出版，页285-326，台北市空大王锡章1997，参考服务的起源和发展，在图书馆的参考服务理论与实务出版，第二章，页42年4月7，台北市文史哲国家图书馆，参考服务原地，网址 http://rev.ncl.edu.tw。 谢雪英老师编的讲义《图书资讯学概论》第12章，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参考服务，2004年版，附录930501，陈教授专题演讲，提升图书馆形象，提升图书馆形象，树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升教授，提升图书馆形象。一、一般人对图书馆的形象。一、何谓形象？对于一特定目标，诸如国家、种族、机构、个人、事物等等的内涵、外貌及言行活动所产生的反应、感受和评价之综合印象。二、想象你脑中的形象。一、孔子至圣先师，不轻易言笑，好学不倦。二、玛丽莲梦露，性感女神。三、西部牛仔，野性豪放，好斗、酗酒、好赌、好色、投机、冒险。四、中国成华人，阿 Q 刻苦耐劳、胆小、保守、守财、麻将迷、喝茶族。三、一般人心中的图书馆形象。以一位读者对图书馆印象的转变。50年代时，大鱼借书、大鱼月报杂志、大鱼约会弹琴、大鱼准备考试。60年代时，大鱼自修、大鱼阅读期刊、大鱼写论文、大鱼休闲听音乐。二、对馆员的看法。一、美国人60年代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妇女，缺幽默感，神经质，衣着过时，装腔作势，长舌。二、国人看法，表情呆板，缺乏笑容，晚娘面孔，埋头看小说，不爱说话，打毛线，电话长舌。三、学校图书馆地位，校内边缘单位，
对学生课业没啥贡献，闲差单位，养老院冷宫，不讲究绩效。二、建造馆员新形象。一、亲切服务。宜当读者寻求服务时 ，A. 迎客，暂停电话，站起来，身体略向前倾，保持适当距离。B. 询问 May I help you? C. 倾听，双目注视对方，点头，微笑，速记重点。D. 回话。大于轻声细语，大于和蔼可亲，一亲自或一教他人服务完毕，别忘询问是否满意。二、随时注意礼貌。一、多用请、谢谢、对不起、不客气。二、尽可能称呼对方陈小姐、陈老师、李同学、校长。三、善用肢体语言，不可双手叉腰或交叉在脑前。四、无法及时服务时，需表示歉意。大于抱歉，本馆目前没你要的资料，你是否愿意预约？大于对不起，我找到将立即通知你。大于不可直说不知道，在那边，改天请来看看。五、不可说出损人自尊的话。大于这么简单也不会找。大于你电脑打字真逊。大于太粗心。三、发挥敬业精神。一、在柜台执勤时不可大于打电话聊天，大于修指甲，大于看小说，大于打毛线。二、早开晚关。三、开馆前需万事就绪。四、尽可能亲自服务。四、重视服装仪容。一、穿着整洁端庄。二、不宜浓妆，不可不修边幅。三、不可有狐臭，保持清香味。四、不穿会发声的鞋子。五、走路不拖得响。五、营造个好环境。一、提供优雅的环境。大于造型、设施、色彩、整洁。二、指标明显。三、人性化布置、动线。四、洗手间有纸巾及香水。五、配合节庆。六、其他手机角落。三、结论斜线建议。一、认识服务业新观念。宜图书馆是读者导向的组织机构。二、图书馆是属非盈利的组织，其一切努力均已满足读者需求为宗旨。二、重建新形象。一、形象是可重建的。二、观念态度习惯。形象尊重。三、好形象利己利人。三、强化馆员心理建设。一、敬业斜线专业。二、养成说好话、有好面孔、做好事的习惯。三、做好分内事，是好形象的根本。四、结论。谢谢大家的忍耐。
使用电脑程式逐字念，部分读音或破音字读音有误，请见谅。电脑程式 VoiceBook 可中英文混读，也可读日文将中文念出日语声音，但是要先下载安装所需的语音套件，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订阅后进入找播放清单，找报读软体程是 NVDA 安装使用教学影片。使用电脑程式逐字念，部分读音或破音字读音有误，请见谅。电脑程式 VoiceBook 可中英文混读，也可读日文将中文念出日语声音，但是要先下载安装所需的语音套件，欢迎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订阅后进入找播放清单，找报读软体程式 NVDA 安装使用教学影片。C Windows C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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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1 underscore 1024 underscore 7.
MVA, Microsoft Server Speech Text to Speech Voice GAJV, Karuga. Microsoft Server Speech Text to Speech Voice GAJV, Karuga. TTS 的程序 ，Babbelbot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执行中，时钟显示中 ，Babbelbot 或者 WNN，Babbelbot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Babbelbot 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个 WAV MP3 好连接智力游戏清单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向或配置文件与应用Windows 抽取式磁碟 J 冒号名称 MSHTTSNUS0Pro 名称 MSHTTSCHDNWAVWAV 名称 MSHTTSCHDWHOMHOM 名称 MSHSRGAJPTELA 名称 MSHTTSGAJP日文伤害 ，harmers 损害 ，harmers harmful 有害 ，harmfully 损害 ，harmfulness 有害 ，harmgiver harming 伤害 ，harmless 无害 ，harmonsworth harmonic 斜函数。Harmonics 和声学 Harmonies 协调 Harmonious 协调 Harmoniously 协调 Harmonization 协调 Harmonize 协调 Harmonize 协调 Harmonizes 协调 Harmony 协调 Harms 损害
Parlance 利用 Parlance 利用 Hello Hello Harper 竖琴 Harper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Harriet Harriet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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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owba Harry 阅读 Harsh 粗糙Harsh 耳角粗糙 Harsh 里严厉 Harshness 粗糙 Hard heart Hardly hardly Hardman hardman Harcher harcher Hard hard Harvard harvard Harvest 收获 Harvested 收获 Harvesting 收获Harvestman, harvestman. Harvests 收获 Harvey, harvey. Has your. Hasa, hasa. Haser, haser. Hash, 切记 Hash, 大麻麻醉剂 Has. Has been, has been. Hasos, 激战 Hasos, 激战Has been 争论 Has been has been Has has Haste 匆忙 Hasten 加速 Hasten 加速 Hasten 应加速 Hastily 草率的 Hasty 急迫 Has has Had 帽子 Has 长门Hatchet 短柄小斧 Hate 憎恨 Hated 憎恨 Hateful 可恶 Hates 憎恨 Have a have a Hating 憎恨 Hatred 仇恨 Has 帽子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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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低傲慢 ，hold 拖曳 ，hold 拖曳 ，holding 拖曳 ，holy feel holy feel，hunt 神鬼出没 ，hunted 神鬼出没 ，hunts 神鬼出没 ，hold hold，hold hold hold hold，holdman holdman，or or。Hauser Hauser Have you Have finished Have finished Haven Happy Hong Kong Hawaii Hawaii Hawaiian 夏威夷人 Hawk 传播 Hawks 传播 Hawker Hawker Hawthorne 山楂 Hen 甘草Hey, I, hey, I. Hey, I, right, ma, hey, I, right, ma. Hey, I, ma, hey, I, ma. Hey, hurst, hey, hurst. Hazard, 危险 Hazardous, 冒险 Hazards, 危险 HDMC, HDMC. HDR, HDR. He, ha. Head, tone.Headache 头痛 Headaches 头痛 Headache 领导 Header 抬头标题 Headier 头饰 Heading 抬头标题 Headings 抬头标题 Headless 无头 Headlights 前灯 Headline 抬头标题 Headlines 抬头标题Headmaster 校长 Headmistress 女校长 Headphones Headphones Headquarters 总部 Headquarters 司令部 Headstone Headsets 耳机 Headway 进展 Headmill Headmill Healing Healing Heal 治愈
Heal 治愈 Healer 治愈 Healers healers Healing 治愈 Healings healings Heals 治愈 Health 健康 Healthier 较健康 Healthiest 最健康 Healthily healthily Healthy 健康 Healy healyHeap 堆 Heap 堆积 Heaping 堆积 Heaps 堆 Hear 听到 Heard 听到 Hearer 听者 Hearers 听者 Hearing 听力 Hears 听到 Heart 心 Heart aches 痛心 Heartbeat heartbeatHeartbreak, heartbreak. Heartbreaking, heartbreaking. Heartbroken, heartbroken. Heartedly, heartedly. Heartedness, heartedness. Heartfelt, 中心 Heartily, 热忱的 Heartly, heartly. Heartless, 无情Heart's sea, heart's seas, heart's seas. Heart's food, heart's food. Heart's sutra, heart's sutra. Heart warm, 明暖人心房 Heart warm, heart warm. Heart 以中心 Heat 加热 Heater 热 Heater 加热器 Heaters 加热器Heath 欧石楠属植物 Heather 四石楠 Heating 热 Heaven 天空 Heavenly 天空 Heavens 天空 Heavy heavy Heavier 较重 Heaviest 最重 Heavenly 沉重的 Heaviness 重 Heavering heavering Heavy 重 Heavy set, heavy set Hebrew 希伯来人 Hacker Hacker born, hacker born Hacker, hacker Hate sires, hate sires Hack 树林 Hack 用树林为主 Hack hotman Hatches 树林Hedonism 享乐主义 Hedonistic Hedonistic Hedonists 享乐主义者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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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He For 注意 He For This 注意357ふむ22開き括弧との閉じ括弧同ほかの地地下か鉄鉄二条のていた時時誰誰かに足足音ふまれました。当地からまと事故、ひひとりょう。あやう、あぶ、ないので、きゅう、きゅう、にブレーキをどう、ふ、まないでください。あ、あやう、遊園性不要緊急車。1358、冬、23、開き括弧ふい閉じ括弧。な冬だい。たい。水くま。わ。の冬。冬。わだ。みじか。いです。ダイヤはと冬でわだ。冬。冬。になったら、みんなでスキーに行きよう。い。来ませんか。至る両冬店。
大屋の不要一気候活域1359冬2223休み開きかっこ冬休み4時かっこナサブアード32日かで冬9休みが終わりを割ってしまう再三点三は重要結束量冬休休みはずっと勤む勉強強をしていました。サムは機関一食材読書1360プリ222222と開きかっこへプリント閉じかっこな、どう、だ、さ、講義、印刷品今、今、から、プリントを三、三、前、前、ずつ配、配ります。現在、人町三丁講義、パソコンで作く、つく、だし、し、りょう、をプリントした。両電玉は効果と資料印で資料でない。破行。157。学習語位禁止中国語分け日本語例文版の中国語大訳。1361。ふ。23行。開きかっこ下り閉じかっこ。どう、衣下雨、効果雨、雨、学校、ふ、理想ですね。構造用下雨を、ほ、ある、いていたら、上、空ゴミがこう、ふ、でき、き、た、早朝、あ、上面は両下来。振る。22。開きかっこ振る閉じかっこ。どう、ほかの、き、さんしっかりと腕、おし、ふ、てほ、ある、きましょう。よしみこうちどうてやそう。しよう。おちょっとしん、ふ、たら、もっとおいしくなりますよ。装備さんあさあえさらよしみきつ。1362、ふる。23位、ひらきかっこふるいとじかっこ。かたちむとこのじょう、まち、にはふる。ふる。いけん、たて。ものがたくさんだ、のこ、っています。廃城し保留除去だころをまと建築。あ、しまった。あ。
活量。ああ、そうですか。テルでハラライゼハイヤー。